请给购买商品的顾客说明更换方法。强调有附带软管，介绍时会好一点。淋浴头是怎么更换呢？您转一下淋浴头即可。哦，接下来之后有直接带的牌子的结合器。那么需要买结合器吗？不需要，有附带三种类型的结合器。啊，这样啊？是的。哪个都有附带吗？没有附带的目前只有两种类型，平衡锅炉和 Lixil 公司的取水斜接附带的节水淋浴头。那是什么东西？平衡锅炉是浴缸旁边的盒子出来的软管的类型。Lixil 公司的淋浴头和软管是互相连体的，更换时需要整体更换。可能两个都不是，这样的话应该都有带的，是吗？是的。